Hello， 你好。Dinner。
Yeah, we're in Bangkok. 今天我朋友下来，带我去刷脚玩一下。我打算找，我明天找你吃饭的。对，没有，我夜里在办公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在那边看牙齿。我等一下还要回香港。等一下回去啊？他们不想再来啊？他们不想来，他们不想来玩。他不喜欢，跟他两个朋友他开车。对啊。你就在办公。对啊。因为看牙齿嘛。对。拔牙还有那个。没有，我还没回来住，我这边还没回来住呢。我还有，不想回来，可能还要过几个星期。对，我还以为你已经回去了，不要再刚刚来的，我刚刚来啊，不是回去了，刚刚来，下周请你吃饭。你来曼谷，我请你吃饭。我不会来过的啊，没事的，是啊，对啊，你过来我请你吃饭，是啊。你这次来几天？我这次来两个星期。那很久。哎，可能早一点走。对，所以有事的时候我就回去了。哈哈哈哈！这下看到你，那个美女了。是啊，便宜了很多啊，六巷便宜。我就回来，你要在这里待一下吗？我不待了，我走了，因为我还要有些。你待一下，我请你喝两杯吧。不好意思了，今天比较。OK， 好的，我下次回来我跟你联系。这里再过来，我来联系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了。喝两杯。